掉。那死掉的主因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断经营它，就死掉了。那你们要知道，除了海鲸鲸鱼和海龟啊，很多东西也在海里面生存。那如果是我们人类在吃的鱼类，吃到垃圾怎么办？当鱼类往后退步，来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我们在海龟的肚子。我知道，因为好像水母被它吃掉。对，这个东西啊，塑胶袋在。小心哦，这会跳下来，所以你放下去之后要放进来，放下去然后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里面有水壶。对，里面有水壶，还有呢？还有这个。还有呢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乌龟看到什么就会吃。乌龟看到什么会吃，所以它这些东西是来自哪里的？都是来自我们的园林。来自我们园林，它生活在海里面，所以它吃到的东西也是在海，对，它吃到这些东西也是在海里面的，对，东西哦。里面有什么？有。里面。塑胶做的，都是用塑胶做的。我们看吧。哪里？成功。它是连你们帮他连线，连线，找到他妈妈。好，连到妈妈。